在外面问了一下我们的同事，这些跟我们是不是直接有关？总经理跟我说，关当然有关，但是实际上真正也没有太大关系，因为我们很努力跟我们的当地的村民区等等，目前在政府的协调之下，很好，关系很好，没有什么太需要。当然也有一些面孔比较深，但是他外地来的，那么要借我们的情况也来参加一下，那也是这个时代民主上面怎么讲吧 ？OK， 就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是带着一种轻松的感觉。当然有体裁发挥，我们还是要重这个重视这个这些的这个发表。但是大体上讲，亚尼对这些事情都应该讲，安排的还算不错。发言，按照我们大会程序，你有条子，你要讲话，这是 OK。但是如果就要站起来拿拿旗等等，抱歉，股东大会没有准许这样做嘛，所以这是很单纯。所以我们民主社会，但是它有一系列的程序。那么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站起来随便这样子发的话，这是普通的。所以这个角度讲，就是这么样子，要发言也是 OK， 欢迎发言。政府的协调之下，很好，关系很好，没有什么太需要行动的。